富贵先中秋，我想单边绳。通知一下啊，现在开始大街了啊！有钱的赶紧出钱，没钱的赶紧借钱啊！别让老子费事啊！ 这五百是我的，你拿去吧。这5000是他的，你不能拿。你说这话就是对我这个行业最大的侮辱。我上枪天下枪地，中枪攻击，还有我不能拿的？死人的钱你能拿吗？死了。咋回事？ 我这兄弟一辈子就混俩字儿窝囊，俺俩在一起打工，死在工地了。他能命也不好，不是工伤，喝酒喝死的。按理说，老板呢不应该给钱，他良心好，给拿了5000块钱，这条命就值5000块钱。哎，这一辈子也是够窝囊的，这临死都没买个好价钱，那死了倒省心了。他省心了，他家还有妻儿老小都靠他养活呢。 都指责他呢，就说我必须把这个钱交给他家人。你就不会让他家人去，把人烧了，把钱不就拿回来了吗？远呐，来回路费、带家伙化，这钱还能剩吗？再说我跟人家人承诺过，活要见人，死了要见尸。他们那儿有个风俗，要如果抛尸在外，下辈子就变成孤魂野鬼。 我明白了，这叫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，想一块去了，完全想一块去了，仗义，假仗义。 当年我出卖我弟兄，大家伙把我摁在地上，问了这仨字儿，我没信，我一辈子都不信，我带着他，这是我的耻辱，我得带一辈子。啥都别说了，关键都在这仨字儿上。 看着这儿，啥叫仗义？这叫仗义啊！看看，仗义，仗义。这些个钱都是拿来，谁也不许动。嗯。